们村都买不到这种五花肉了，这个是在那种超市买的，价格还真的是贵。切些生姜，打一个葱节，像红椒什么的也能准备一下。接下来卤料呢，小茴香、香叶、八角、花椒、桂皮，你就看着放一放。然后老神仙呢还会放一点像白蔻这样的东西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白蔻贼顺眼，卤肉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放。料酒、生抽和老抽调一个酱汁浇进去，接下来煮它就行了，要煮的久一点哟。水开之后换小火把肉炖烂掉。我觉得我这次从市场买的面还蛮高筋的耶，比较难揉。这个面呢先揉成光滑的样子，去醒个半小时再揉一揉，然后再醒15分钟，因为白吉馍呢它是个半发的状态。像我们这个季节还好，还不是很冷，基本上你一边做它就一边发，不需要再额外的就等它醒发了。先把它戳成这种纺锤形，纺锤形的面之后呢再把它擀成牛舌的形状，像这样子擀长擀长，看你能擀多长，带两头最好能让它稍微尖一点点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绕，从一端呢这样绕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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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另外一端，这个时候不是有尖尖吗，把它塞到其中的一端里面，把它拍平，这样的话呢就会一圈一圈的，吃起来会有点层次感哟。接下来呢把这个馍，不是馒头，这个是馍，擀平，擀成这种特别扁平的形状，因为我之前做呢是那种肥肥的白吉馍，也很好吃了，但肉夹馍呢一般都是那种里面的面呢不是那么的泡嘛，就大概是擀得扁扁的，再拿去煎它，煎它的话是一面大概1分半钟的样子，要把它烧出这种烫花的形状，像这样子。烧完一面呢就烧另外一面，两面都是要有这种烫花。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拿个烤箱去烤了，烤箱是多少度来着，我的这台烤箱好像温度比它显示的度数要高的，我是设了140度，你们大概160度，烤个20分钟的样子。锵锵，我们的肉也卤好了，你看这个，哇，这都是金钱的味道呀。我们先稍微拿出几块剁一下好了。你们的双刀火鸡又来了，这肉很烂，随便剁一剁它又变成散掉了，反正夹馍夹的肉都是散的。看看，基本上用刀身把它拍扁一点点，然后再这样剁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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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剁，就很容易散掉了嘛。然后它散完之后呢，就这种带有一点点纤维的感觉，把它放在一边备用。我知道嘛，我也挺讨厌这种金属之间互相刮蹭的声音。青椒呢也把它切成小粒，像有些肉夹馍呢还放香菜，我这次买了香菜但我最终没有放，我觉得光是肉和青椒就搭配起来就很不错了。哇，好烫呀，这次我饼烤的有点焦耶，你看，加一点点肉，再加一点青椒。最近我家烤箱有点问题，上次烤大闸蟹也是，这次烤饼也是，第一次温度感觉不够，已经有预热，但是第二次的话呢就会烤得有点焦。这次呢就是因为烤时间有点久，然后底部有点硬，但是它这个肉馅真太棒了，是需要再加点那个辣汁的。哇，肉很棒，然后馍呢是这种脆脆的硬硬的，其实蛮好吃，但这次我切断掉了，等会我们再重新做一个，等它稍微